心将我拖入乌色天。我站在你眼前，敢讲你拢无看见？是寂寞的声音，将我对迷梦中叫醒。希望眼前一切拢不是真。有心在这个囡仔身上，囡仔才会活过来。安尼，这囡仔拢够强啊！若是讲明仔载天光之前，无将囡仔三分七魄找倒来，那安尼这个囡仔就真正无救啊！哦，那你害啊！恁是要去倒位找这囡仔三分七魄啊？你免烦恼啦，稍等下我要去外口招魂。好，那我跟你同齐去。不用的，你甲爱卡留伫遮，稍等下我去找婚人，跟我做伙去。啥？想要阿个粉肠买你去啊？我即摆无时间解释啦，听我的，留伫遮好不好？来，伊哪有你？本来规矩，撇来负债，三分七平，归本宫，新兵飞机如履林，啊，这分别归来，啊。分别过来！招一个魂招了这么久，搁带那个魂人去，哦，到底是去招啥的魂啊？真正要气死！小雨，你今仔想梦想伊？阿姊，你莫生气啦！找囡仔的三魂七魄，我嘛会当去啊，啥都是我带我去啊！我唔想，可能就是因阿姊你想怕。小惊，你会惊张爷的魂魄？你即摆是讲啥？你无讲我无当作你下狗哦，拢是你阿母娘变鬼变怪，囡仔魂魄再走去。这件代志跟阮阿母有啥物关系？拢是你阿母叫忽然就在摇滚讲话，叫我摇滚囡仔听，囡仔就会变到安尼。我来警告啊，迄个囡仔若啥物三两两块，我都好好摕到钱哦，我绝对袂放你阿妈煞。哈，魂魄归来。拢已经喊遐尼侪遍啊。是安那？你那魂魄搁食袂转来啊？这下麻烦啊！麻烦？啥物意思？一定是有一个真厉害的人，将你那魂魄拐起来啊！啊，若无可能，我哪招拢就袂转来啊？哪会安尼啊？到底是啥遐尼厉害，将你那魂魄拐起来啊？这厉害的人，伫这个所在，应该是只有伊啊！文曲星，你的魂魄最后也是伫我的手头。等主持一到，我把你的三魂七魄食入我的腹肚内底，我就天下无敌。主持要到啦！我就知你伫遮，将伊那魂魄交出来。定玩笑，哥是弟，你把玩，哼，没走，哎，那魂片，定玩笑，你搞爱记，你玩我不？起来起来。这个董事有啥物会知影我的名？而且对我感觉有真心的怨恨，伊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姑姑，姑姑姑，妈呀！你们干哪？你们要回来？我是要走。啊！小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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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上来。
来，阿金奶送我去陪陪姐姐。好，阿金，你要干嘛？魂来故宫，魄来附体，三魂七魄归本宫，身边法器如来林，哈，魂魄归来。是你接到迄个花器哦，伊那魂魄就无法度救回来，你才是伊的救命恩人啦。对啦对啦，恁两个拢是伊那救命恩情人啊，对我一人上无效，踮在房间啥物拢无做。我来走啦，伊那有厉害。哎，伊滚！哎，够生气啊啦，我拢袂解释呢。你去遐聊伊啦，你那我来顾就好。好了，麻烦你啊。一棍，一棍，你莫生气啊，听我解释啦。你放手啦，你去陪你的婚姻就好啊，莫来烦我了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要招婚，一定要找一个人斗三工啊。我都讲我要陪你去啊，是你不喊我去的呢。迄个婚姻陪你去就准拄煞。回来了，恁两个搁伫我面头前，正甜甜蜜蜜，敢若无对方袂用的，你是真心要甲我气死的是毋？伊滚！放手啦！我无爱放，除非你愿意听我解释。你这人真足烦的呢，你要讲啥你紧讲啦！我是因为信任你，才爱你留来陪囡仔。若是讲咱两个人无伫的，万一有人要对囡仔不利，是毋是会足危险的？那呢？你咪当叫迄个混蛋留来照顾囡仔啊！怡君，我只卖当信任的人只有你尔。原来我是你唯一会当信任的人啊！是啊，咱两个人实在一段时间，我唯当信任的人只有你。小薇，你是咧甲我讲你爱我？你拄则毋是讲我是你上信任的人，安尼意思就是讲我是你上特别的人啊。安尼讲嘛无毋对啦。哇，既然呢，啊，我得勉勉强强接受啦，上叫你无我袂用的。新鲜甲欢迎，那有可能单独来啦？哎，扫扫去啦，非得嘛剩无几工会当相处啊，不如就回较欢喜的啦。小薇，原来你这么爱我，我拢唔知影。多谢你照顾囡仔，那呢，顺起。我连走啊，过来继续啃啊。你过来安尼啦，爱考都伫个啦。对吼，你哪会不看爱考呀？爱考嘞，你有伫个内底无？伊个声，哎，怪怪啊。我担心，自己太多，天刚这天，哥哥妈这天没。嘿，阿公哎，你莫讲吓惊嘞，就无简单囡仔救回来尔，哪话你变安尼啦？我嘛唔知。哎，我看卖。
安怎？阿狗之前有天狗拍到伤了，发力已经无够啊，拄则附身伫个伊那身上，已经无元气啊。我想，伊个时间已是无济啊。啊！阿狗诶，阿狗诶，你绝对袂让离开我，我甲小爱一定会想办法甲你斗相共诶哦。多谢阿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，予爱狗来赶紧倒在家里用诶。哼，迄个皮勒要死哦，竟然敢骗我！我开遐尼侪钱，才得到玲珑呢，结果呢？结果佫换过来，讲啥物一定会成功啦！骗笑，拢是你啦，害我开遮尼侪钱，帅一点仔效果拢无啦！阿姊，无我去找伊，叫伊予你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我唔紧去。这要怎么了？那个囡仔，我无赶紧把伊丢掉哦，我唔着打工，拢会让那个囡仔鬼啊跌条条。阿母，你有安怎无？我若讲着你，你就出现啊啦！阿母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莫过来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过来啦！哎呦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我真正有话要甲你讲。你紧走，你紧走，你紧走。你是暴脾气我啊！你走啦！我不怎么看到你啊！啊，老花啊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因为你是我阿母啊！我是你的阿母，哪有可能啊？莫唔对，阿母，你哪里做歹代志？我是无法度投胎。奇怪啊，那甲我梦中听的拢同款啊？敢要讲，迄个梦是真的？阿母，我就想要做你的囡仔，我就想要甲你永远做伙。我知影你其实是一个好人，我拜托你，莫搁做歹代志啊！你真正。是我的囡仔。哎哎，囡仔昏倒啊！哎，阿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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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真惊醒！阿狗哎，你两个哪会来啊？这个阿狗哎，就是你之前一直无机会生落来囡仔，伊即马身体真虚，而且伊的时间嘛无济啊。若是讲你阁继续做歹代志，伊就永远无法度投胎啊！伊真正是我的囡仔，当面嘛真实嘞！你这么歹，啥物人要做你的囡仔？只有家己的囡仔才是上爱你。大夫人，前几天是不是有帮到爱哭的？那是因为伊一直是要做你的囡仔。我才会做法，让伊入去你的梦中，你敢不记得？我就无简单，才会在你的梦内底甲你见面。你看，这是你当初去中正庙无救的平安符。梦中，我捌替你求过平安符。你真正是我的囡仔，你真正是我的囡仔，我的囡仔。我唔对，你真正是我迄个无用的囡仔，我的囡仔。艾卡有甲我讲，你之前因为肉体的关系。个性改变，其实你的本性是善良的。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，重新做人，你嘛是有机会，搁会当有新啦。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好吧，母，你的心肝若是搁这么歹，海口的就会魂飞魄散，永远无机会投胎做你的囡仔。
来哭的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不对啊，是啦，是啦，来哭的是姐姐好吗？你清醒啊！阿母，你听我劝你话，阿母，我就求你，拜托你，莫搁再发大事，阿母。阿母答应你，阿母以后别搁做歹代志啊！我以后甲上好物件都留予你，我袂阁予你伤心难过，我就好好对待你的。我也爱狗的，小薇，小薇，小薇，你干嘛做这种倒台啊？伊君啊，你哪会做伙哭啊？我爱你啊！这个奎拉斯啊，实在是有够可恶的，竟然敢骗我甲阿姊，今嘛人不知走去倒位去啊！唉，煞煞去，应该是找无人。李夫人，你敢是伫咧找我？奎拉斯，你好大胆，竟然敢骗阮！讲什么？迄个符啊，会当夺走囡仔的魂魄？结果伊毋是活了好好，佫敢甲阮收遐尼侪钱着？你真行嘞！你是咧笑啥？冤枉老爷，偷偷来找我讨大魂符，这个代志若是叫黄老爷知影，你的下场一定真凄惨。你竟然敢恐吓我！我。是安怎？我的手袂顶袂动，你紧甲我放开，紧！夫人，大夫人，有啥物代志？来啦！免紧张，我袂阁害你啊！大夫人，你自细汉跟在我身躯边，一直在照顾我。我煞因为肉体的关系变一个人，阁希望大家拢甲我同款无囡仔。我对你这么歹，真正歹势哦。大夫人，是安怎你向人讲这的话啊？其实嘛无啥，我拢想开啊。我知影这几年来我所做的拢是唔对的，我对你这么歹，你煞一句怨言拢无。婚人啊，真正足委屈的啊！大夫人，我一直相信你会转来较早同款，我等这天等这久，总算是让我等到，我真正足欢喜。你以后别叫我大夫人啊，你就叫我大姐啊！哈，这要哪会用的？我安尼对待你，你拢一直在忍耐，无离开我的身躯边。从今仔开始，咱就是姊妹啊！我要好好对待你，给我弥补这几年对你的亏欠，好不好？大姐，多谢你。我嘛爱多谢你啊！麦克，阿母，阿母。哈，爱哭的，你无代志啊？嗯，我第一步变好，我嘛较有精神啦。真乖，是的，你那是。就是爱哭的，大夫人真正老体因啦。大夫人即摆已经改过自新啦，所以讲伊会当搁再有心，
我今仔日会用法术将囡仔送入去大夫的腹肚内底，让伊会当继续做母仔囝。有这种代志？好吧，母。啊，无啦，大夫人，你遮好好做人，嘛要好好照顾爱哭的。你若是对爱哭无好吼，我一定会当来找你算账。我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保护我的爱哭。小伟，阿姊，多谢你，唔难救我，佮帮我找爹阿母。爱哭的，你会当投胎才足好诶！你爱答应阿姊，一定要健健康康大汉哦，哈。嗯，小伟，阿姊，再会。再见。阿哥，阿姐。化回原形。大夫人，爱哭的即马伫这个完成单内底，今仔日主席你就吞落，那安尼爱哭的就当顺利入去你的腹肚内底啊。好，我知影，真正足好诶，真正多谢您，多谢呢。你十岁吼，是你的后生呢。文曲星，即马无人有才调保护你啊，我特无客气。我今仔日一定要将你除掉，今日你两个拢死在这。一滚！情变迁。